这是我95块钱租的民宿，两室一厅，这是一个小厅，能做饭。这个是一个北向的榻榻米，卫生间。这个是南向的卧室，这小房间多好，9来块钱，离山海广场5公里，离鲅鱼圈是16公里。昨天晚上我们开车去的，16公里到鲅鱼圈。这是一个回旋楼啊，白的，那面就是海，搁这出去就是赶海的地方，不像山海广场，它赶不了海。一会儿赶海去，今天有大潮，抓点。今天抓点小蛤了，行吗，姑娘？你说就出来玩一天，整的像搬家似的，像去打工似的，那被子都拿来了。绝对的穷游啊，哥们们！来前是走的，那叫什么什么通什么通大道，266公里，一直走的底下干过来的，住9来块钱，油钱好像花了个是100多点吧。完了就是昨晚吃饭贵点，吃饭我俩花了150多，算穷游不？就领孩子赶一次海，一共花了是不到500块钱，应该是。这是一个回迁小楼，这院里基本上全出租的，这一溜全是外省的车子。现在不是旺季，这要是旺季不能这么便宜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行了。哎呀妈呀，小靴子穿上了。就是我刚从小区拐出来啊，这面就有饭店了，就拐出来搁小区出来，对岸就是饭店，好多饭店，前面就应该就能赶海了。
整这老多、啊，这能爆桶啊？就是不大，是吧？一会儿走到哪儿吃点饭，完了我们上后台站溜一圈，就往回干。我这是到哪儿了？这是盖县呢，还是外圈呢？吃点早饭吧，豆腐脑、大饼。哎呀，挺亮堂啊！这是还有炒菜儿。这是油饼啊，哎，给我来点这个，完了给我来个豆腐脑。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个意思？这是豆腐脑吗？还是这么吃啊？啊，大饼5块钱一斤。干哈呢，姑娘？哎呦我天，你要啥事儿啊？要土豆小兔。那挺怪的。哎呀我吐。放碗里了，妈得拿盘儿了。豆脑好奇怪。卤和豆脑是分开的。谁呢？拿勺整。哎，你去。他给我掰着你。扔了干啥呀？他让你拿勺，不让你掰。真是。把我用坏了干啥呀？拿勺吧。那爸吃这个咋整啊？我给你的。自己吃自己的。你弄啥？你想要这个？你想拿了真的？嗯，吃个小鱼儿啊？嗯，嘎嘣稀碎。我怎么油掉了？妈妈，这怎么这么花眼睛？昨天下午，孩子。出去玩去了，上小朋友家，回来睡觉，睡到2点来钟，我就刷视频，一下就刷到这个人口赶海了。我说咱俩溜达溜达去，今天长假第一天。他说上哪儿？我说人口。行啊。说完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，收拾了半小时。他睡半小时给他整醒了、嗯、我们就出发了。芹菜土豆丝，芹菜土豆丝，这小饭店菜啥都不贵，10多块钱。好咸呐。我应该上团锦进点河蟹卖，大家觉得能不能行？就搁小区门口整个大铁桶，不，整个塑料盆，里面放河蟹，完了卖。但是一定得盘锦河蟹，才正宗。这豆腐脑我真是吃不太惯的，这个土豆丝炒想吃哈，嗯，又有点咸。喝点豆腐脑姑娘，妈带你卷行不？吃胡萝卜。吃这行吗，姑娘？我吃这个。妈你卷啊，嗯，胡萝卜你别动。卷咸菜呗。行吧，都吃着啊。吃完，红海菜。